专程对咱高雄出发，专程对咱选择从福山里出发。侯友宜的防弹扫街车出动，只是首站不是在舒适区，而是全台最大里高雄左营福山里。侯友宜卖力挥手，支持者热情回礼。虽然侯康近期民调有升高趋势，但南部支持度还有得拼。我们的弱点很明显的就在年轻族群，20到40岁，云嘉南在高高屏都明显的落后，所以我们必须要翻转，必须要改变。年轻和中南部都得顾，但朱立伦信心满满，也是因为内参民调传捷报。我们国民党每天都有做内参滚动式的民调，今天已经黄金交叉，我们今天领先啊赖萧佩0.8个百分点啊，但是我们还在努力当中。地方挺郭派大致都归队，似乎已反映在侯康支持度。但先前喊退党的彰化议长谢典林则说，要以12月底民调为主，只会挺第二名的。不要针对个案来回复，有一些地方重要的这些意见领袖或者是议会的代表等等哈，那都陆续回到我们侯康的这个阵营里面。除了总统部分，国民党也透露内部评估全台激战区域，北市两席、新北三席、桃园两席，其他新竹、台中、高雄、台东等等，一共15席。那我们可能也不是很适合去把一个特定的选区直接讲出来说这里激战或那里不激战，哪区危险，党中央点破不说破，提醒小鸡要有自觉，加油点。TVBS 新闻崔仲群、艾昭贤、资讯小组、台北、高雄、长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